们找回感觉了，兄弟们，找回感觉了，兄弟们 ，OK OK， 非常好，兄弟们，非常好。你干啥？不是，我没找着你跑了。哎呀！雷子，哎，别说这个效率非常高，哎，走，哎，来了，走，好，哎，这一波大，兄弟们，等会儿，走，你等会儿，走，交给。好，最后十秒钟，加速！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哎、二、哎，在哪呢？一。我找不着你，我找不着你。哎，这佟丽还不错哎。怎么说呢？还不错，就是就是一波的量。我们下面这个比赛环节是举重，举重啊，举重在这儿。怎么举重？来转回来，叫做嘿，举重。水到临头接力赛，四个团轮流进行比赛，每团派出六名选手蒙眼向后递水，限时3分钟，根据最终积累的水量进行排名，第一名积4分，第二名积3分，第三名积2分，最后一名积1分。哦，往后传，看最后剩多少哈。啊，明白了。好，那我们就从呱呱乐开始吧，六个人来。来，兄弟们，来，我跟王天放，光哥。那个雷松仁，那个罗胜腾，这样给你个将功赎罪的机会。谢哥，你这把要再叛变的话，我是给你不太好脸了。将功赎罪，哥哥，你怎么叛变过？我刚才、马老师他刚才向您谄媚的时候，我们也记在心里了，有点啊。问题是他谄媚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你光顾着射箭了，那能怎么办？没踩上去。来，光哥，所有人游过去，来，我们走雪路来。走。走游呀！水库浪子雷松然，哇！跳！怎么这么兴奋吗？我看杨宇光是真是来参加奥运会的。对呀，我是看到了一个叫。我们叫喜人的自杀式行为哈，对啊，上来以后先进行一个自尽。出发吧，潜水过去吧。OK OK OK， 第一个谁？我来蓄水，哥，行可以吗？我是不是得这样给你？不不，你对六百。对对 ，OK OK， 这个最对，这最对。雷松仁啊，我们要有一个默契，咱俩得对好了，你才开始倒。你说 OK， 你们老说 OK， 你就倒。OK OK。啊！哎，看不见了这个。灯是蓄水的，大锁第一棒，宇光第二棒，雷子第三棒，护藤第四棒，王天放第五棒。OK， 三、二、一，计时。哎，加油！什么玩意儿啊？没对，没对，再往后点，哥，再往后点。OK，OK，OK， 雷子，到。没错，哎，到，再见，到，雷东仁没了是吗？不是没了，对准了，那得对准了。哎呀，雷东仁，咱俩得对准了，雷东仁。没有水，真是默契。有水吗？前面没有啊，有啊。你给我到，现在到啊，非常有默契啊。到。到！哎呀，挤到我的后背，保持，把盘挤到前面人的后背，雷子，挤我后背，等会儿再到雷子，雷松仁，挤我后背，雷松仁太土了，到，裤腾人在吗？哎，兄弟，我没有啊，这边，到。
到现在一口没喝着。OK， 好，非常好，王天放，考验默契，默契的来了，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到 ，OK， 很有默契，哥们儿，哥们到了，来，兄弟，来，好，这个非常好，非常，来来，王天放，哎，来，王你在哪儿？来 ，OK OK， 到 ，OK， 这个可以。到哎，好好好，裤裆给你到了啊！来，兄弟，来，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，兄弟，哎，好，兄弟，好不行，王天放，王天放，等会儿等。呜，谢谢你，马老师。OK， 我们找回感觉了，兄弟们，找回感觉了，兄弟们 ，OK。OK， 非常好，兄弟们，非常。你干啥呢？不是，我没找着你跑了。哎呀！雷哥，哎，别说这个效率非常高哎。走，哎，来了，走。好，哎，这一波大，兄弟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等会儿。交给。加速！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！哎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五、哎、二、哎，在哪呢？一，石岩洞。我找不着你，我找不着你。来吧来吧，哎，这同理还不错哎。怎么说呢？还不错，就是就是一波的量。哎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一定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？现在，哎，哪个环节？我作为团长，我觉得一定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。你们是每一个环节都在出问题。我这边是很准的，默契的时候到了 ，OK。不是，我跟雷子也很准的，我也接到了很多。到，我也是。OK。哎呀，对吧？田妈，是的，完全没问题。你那一波，你回看节目，哥们儿，我不给你剧透了。这是一千啊。1400 OK 回去吧，兄弟们，走来吧，走。水上吊灯很准很准，直上六人起立，来吧，好吧，北京先上，来 baby， 救救我。OK 哎，哥们儿，哎呦我，就位，来上来吧，我二吧，我坐四吧，没人依我去了，哎。OK， 准备好啊，眼镜，准备好，各就各位，来，花哥，预备，开始，计时了啊、哦！来开始，花哥，走，快给我，顶我。不错，就是把盆顶到那儿，再往后倒。对 ，OK， 还早着呢，没倒呢，不着急。谁？苏子。
孔捅的位置。哦，还可以，还不错啊。慢点儿，稳当的，不错。来，准备好了吗，硕哥？等会儿，好了。哦，来。哦，哎，你别说，他们挺默契啊，挺默契啊。这个节奏目前还不错。哦，他们连这个都是排练过的吗？啥都不能得第一。哎，越来越少了，多来点。现在你们最不好的应该是最后一半。我多等一会儿，好好这好这好，甩吧，朋友们。走到可以到了，刘洋。走。教主这招也行啊，给人攒他。哦，时间已经过去一分三十秒了啊。嗯。啊！哎，有人玩赖，有人玩赖。哎，我高超从来不玩赖。玩赖？高超怎么总玩赖呢？高超玩赖，高超玩赖。高月，第二个是谁啊？高月。哎。高月，高月，哎，高超，管管你弟弟，什么玩意儿？我高家次子。你第二棒注意点啊！好，好，好，我高超从来不是那样人。哎呀！最后三十秒，加速，加速，快一点，快一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加快速度吧！哎呀！哎呀！我这，哎，我这碗跟大哥了，全在我身上现在。哎！给刘洋洗脸呢，没接，我接不上，我接。别晃，别晃，穿，漂亮，美极上没了，到了，快快快，这时候可以快了，三，二，一，哎，可以，可以，我。三千一，三千一，可以。哦，三千一，干五千，行了。哎呦，哇！啊，他这样了。啊，那要这么玩的话，那我要开始竞赛了。那就来吧，下来打。让你得第一，让你得第一。哎，但是我们可以有别的办法呀，就比如说在其他组的蓝色在比的时候，或者我们在比的时候，往他桶里边呲水，可以，可以，这样不管他再好，他也就是个底到第二。行，来，九条命，出击，加油啊，出击，兄弟们，干8000分。你要舀水吗？我舀。啊，你舀水，我舀。贾玄第一棒，第二棒，郝一涛，王广第三棒，郭云杰第四棒。来，刘七第五吧。等一下，先试一下啊。OK。来，底下来了。有招数的。倒盆的时候啊，举过头顶，这样顺着后背倒一下。顺着后背倒。咱就是靠背加来了，就是信号啊。对。你看他卡上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OK。我们各就各位，预备，三分钟计时，开始。哇、哦！九条命，看看能不能突破3100。哎、哦，毛生来了，来了！王总好样的，来了啊！哎呀，九条命很稳啊、哦，特别棒，太准了！哎，我慢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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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点！哎呀，我骑歪了，杨姐一点没倒进去。来，等会儿走，倒，非常好，好。王广可多啊，来了哦，来了，九条命有点要逆袭的趋势啊，九条命太稳了，我应该说他们每一棒都很好哦，嘿，这好，刚才这一盆一滴都没进，
往左点。哎呀，刘琦，刘琦怎么那么歪呢？刘琦真是天之骄子的刘琦，哎，刘琦倒水有天赋呀，刘琦加油，刘琦漂亮。刘琦大概是一个胳膊长一个胳膊短。哇，刘琦太厉害了啊，天照你去了。我觉得这桶快满了，哎，这个有一半是这些水枪里，完全不靠刘琦，完全靠别人，我们要给撕满。助力助力，帮帮团，我的天，好哥们儿，都是好哥们儿，谢谢。瞧瞧这人缘，一会儿头满了，一会儿九条命半盆，你咋比半盆？还有最后十秒，九啊勾七六五四三二一。刚才应该不是王广播的吧？是王广、哎，王广播的。哎，不是，我没有啊。谢谢各位好人，谢谢各位好人，谢谢各位勇士，谢谢。刘琦，你太厉害了！咋的了？你没有失误，全进去了。Respect 1000, 2000, 3000, 4000，行，差不多了。5000，太厉害了。6000，7000，团长怎么说？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真团魂，团魂炸裂，够了，别再倒了。老脸，别倒，脸烫不烫？脸别再喊我名了，王红，轮子，哎呀。九千五，太牛了 ！OK， 啊，9500，刘琦大概到了500，还魂炸裂！来来来，最后一组，最后一组，加油！咱们碰到你再动，好好好，好不好？咱们碰到你再动 ，OK。谁第一吧？郑帅。吕岩是最后负责瞄准的那个人啊，准备好，3、2，他到啊，好好好，哎呦，给我往上，往上，往上点，往上点，这个节奏现在掌握的不错，哎，怎么都被撕脸？他救命！这怎么不一样啊？紫吕燕，脑袋喷了，正常吗？紫他救命！打他救命！哈哈哈哈！接灌水！哎，那些蛙人退到那个线以外。线以外，老师都被撕了，吕岩咋办呀？啊！别撕！别撕林飞，我撕吕岩！哎，别咋了？哎呀，林飞，英勇就义！哎呀，林飞在一个人保护自己的团队。林飞大厉害，比林飞太辛苦了。我觉得场下比这儿热闹多了。Cool.
女人心如止水，喜剧魔皇在修行，喜剧魔皇心如止水，别怕了。现在大家已经进入到别欺负他了那个。还有五秒，加油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时间到。别欺负吕岩了，不要再欺负吕岩了。吕岩喜欢凹一些那种人设。不是，你给吕岩放油锅里炸他，你要说我吕岩真不疼，他就能挺着不疼。七千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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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七千二。我对这个数字很敏感啊。哎，七千二，哎，七千二。下面进入下一个运动项目了啊。好 ，OK。